板子下水道没用了吧？是吗？好吧，那我听你们的啊，我把它放进去了。红宝石应该也是回警察局用的吧？被保险不危机，空得很，他妈打完 boss 什么都用完。这儿有个楼梯，走哪边呢？选择障碍。停车库。听到狗的声音，先回去。这个地方还有东西吗？强迫症，总觉得似曾相识，应该没东西了。没有怂，没有怂，标准操作。狗还打吗？打的话，子弹有点不太够。开地图检查什么？啊，你是说检查那个楼下有没有探索完是吗？刚才是在啊，现在是在 B1，那刚才那个房间是，哎，啊，地下哦哦，中层哦，那个东西叫地下设施啊。我操，这是完全新增的一个场景了。这个是那个特殊武器啊，就是刚才那个麦琳你说的，你们说的那个麦琳的强化部件，红了就赖着不走。对，那没摸完怎么能走呢？除非有暴君，不然还是要摸完的。我上来的口在哪？在这儿。停尸房是个充满着不好回忆的地方。这没看到还有东西啊？是因为那个门没调查吧？手枪托没拿，我错过了吗？警车的后备箱，哦，是吗？看一下，不是这辆警车。晚上好，车钥匙。那我至少先让我看到在哪儿吧。他连插钥匙的地方都不给我，哎，是这个吗？
那我一定要去调查那个门才行，要不然他后面全都不出发了。行吧，王阿姨，没卡。Damn, need a key card. Go, go, go. 这种都是杜宾吧？哇，王阿姨手枪一枪就死了。Who is that? Stay sharp. Lower it. FBI.Sorry.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疯狂虐狗还行。Surprised you made it this far. FBI, huh? What's going on here? Sorry, that information's classified. Where are you going? Do yourself a favor. Stop asking questions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Hey, I'm not done talking to you. 你话还没说完呢，小跟班，那种感觉。操，人呢？行，王阿姨什么的，等会儿再说，先搜吧。脱了衣服还好，呵呵，你这个话说清楚。脱了外套还好，什么叫脱了衣服还好？王阿姨那个时候多少岁？30。这还打吗？他别我不打，然后他过会儿破门而出。这拘留所里有哪个房间是有东西的？每个里面都关着一个人，但是你不知道哪个会复活。卧槽，我这一拉是不是全出来了？Ben 有点帅。Hey, I don't believe it. A real human. Hello, human. You've been here long? Long enough. Are we the last ones alive? No, no, there's a few of us. That's good news, I guess. Yeah. That's of course Irons sent you. Irons? You mean Chief Irons? Is he still around? Who cares? Hopefully he's somebody's dinner by now.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He's the bastard that locked me in here. I'm sure he had a good reason. He did.那他还有烟，还扔了那么长一支。Hey, I'll make you a deal. Unlock this cell and I'll give you this. There's no other way out of that parking garage. Believe me. Sorry, I can't do that. I have to talk to the chief first. Look, we're both prisoners in this station. So either we play nice and help each other out.Shit, it's coming. What? What's coming? Come on, don't be an asshole. Hey, you need this. Just get me the fuck out of here.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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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It's just me. So you can put that thing aw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happened. It just happened so quick. I told you to get out of here. You wouldn't want to end up like Ben, would you? You knew him? He was an informant. Had information of use to my investigation. So what he said was true? Hey, you can't keep walking away from me.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I'm Leon Kennedy. Find a way out, Leon. Before it's too late. Then we'll talk. Name's Ada. Deal's on. 这现在完了，只能把这门打开了。What in the world? 哎，我不应该调查了，这样又多了一个马赛克。哦，这个东西可以到警察局二楼了。这个要电路板。意外怀孕怎么办？电源板零件，发电机房有一些，来修钟楼，发电机房只剩一件，来修钟楼的应该还有，所以说是在钟楼吗？有了钟楼就可以过来拿这个东西，然后就可以从地下车库出去，然后就会遇到那个，我猜啊，就会遇到那个武器店老板了。吓我一跳！别老哼哼，没，我操！手柄被炸死了。等一下，我好像什么都没拿到，就拿了个这个。这地方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搜刮的吗？应该都开不开吧？啥也没有。我操！我看一下地图，据说，好吧，地图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个肯定是个红的。读卡器就是出去的门，锁住的门。哦，这边可以开了。哎，那它是怎么开的呢？之前我绕了一圈，所有的那些房间都开不开来着？怎么突然就开了呢？天哥怎么这样？天哥过分了，这欺负我们 PS4 玩家。妈个鸡！不是刚才这儿不是进不去吗？怎么又进去了呢？剧情锁，王阿姨开的吧？王阿姨嘟了一下，然后过来开枪救下了利昂。王阿姨也不跟我合作，过分！靶场。哎呦，巡逻车7439的钥匙，弯曲的钥匙没法使用，但仍然可以开后备箱。这个壳子长得一副要调查的样子。里面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哦，就这个钥匙吧。浣熊先生的来信，动物园的朋友，浣熊娃娃的玩偶，射击练习。哦，这个好像是收集品吧？我看到奖杯，
我看奖杯列表里面有什么，收集所有的浣熊玩具。What？ 方块钥匙，不是，这怎么还会有钥匙呢？哎呦，这个，这里面会复活吗？这是啥？哎，将警官，你们局里也有这种靶场吗？这个东西，我想打掉它，是吗？但我打了，我估计会复活。他们身上好像看上去没东西，不打也会复活的。打了也没复活。这个门一开就关着，开不了。这个呢？这个也开不了。嗯，调查一下吧。让它变成红门我就安心了。对，应该变成红门了。锁住的门，全屋，绕一圈回去。对，打头真的太难。我猜谷歌要推荐打腿了。我记得他生化7就是打腿，然后把那个军兽打的那咸鱼突刺了，然后再用小刀戳他头。明天下午，上午估计会睡觉睡过去，这个礼拜实在太累了。有，我操，这个不是有甜甜的那个房间吗？我放那一逼。我要打死那狗吗？我是不是一开枪甜甜就出来了？狗好多啊。小李他妈的飞刀，那个时候的飞刀是没有耐久的，随便飞。开门先后退，怂的不行。停尸房，39岁，死在监狱，一直握着。我猜他握的那个东西里面是个钥匙，或者是个红宝石。Justin Hansen， 53477号，特别友好，我一点都不相信你。我之前看过预告，里面有一段就讲停尸房的，就是那尸体拖出来以后，然后有些就复活了。这个应该就直接沿用了神奇那个停尸房，我觉得。方块钥匙。对不起，打扰了。拖不出来。
哥不打扰了。没事没事。你再休息会儿，你再休息会儿。这个怎么感觉是个红头丧尸？就是那个《Rebuild》里面那个地下室那个人。不，我要先确认一遍，排除错误选项。吓我一跳，什么玩意儿？蟑螂？蟑螂应该没事吧？哎，这个好东西。推回去，一会儿卡门。然后这个人我估计会起来，你觉得呢？嗯，我想想，算了，先干吧。我怕打了一下，他又不起来。哦，起来了。干啥先？非要拖到底，真死板。打死干嘛？对我又没什么好处。发电机房。哎，为什么停尸房还是红的？还有东西没拿到是吗？什么声音？那些丧尸破门了，估计是。真的有点暗，看不太清楚。存了，左上角那个存了，我觉得不妙。
哟哟，可以啊，这他妈太刺激了。还有东西没拿，怎么办？哎，舔干净了。我想想啊，犬狗房要从狗房绕出去。停尸房没舔干净，有点难受。停尸房里是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是个闪光雷还是什么东西？一个闪光雷，为什么会漏掉？在什么地方？不是在那个抽屉里吧？一颗红草，一个钥匙，一个闪，一个红草我拿了，这不红草吗？抽屉里。刚才出门门口右边好像有什么东西，跑反了。红草那边的冰柜里啊，冰柜里的，刚才好像又错过什么东西。犬房哦，我看到了，高级火药黄色，去你娘的，回去。紧张，看一下地图，别跑错了，左拐。好，首先呢，这个跟这个去组合一下，这个跟这个组合一下。然后想一想，蓝草合不合到无所谓。这个是要打开吗？撕开。电子零件，一个小型电子零件。好像差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装上以后还要再去钟楼放另外一个东西。刚刚那里锁住的门打开了，在说什么东西？是要两样东西，我记得是吧？然后我现在格子不缺啊，有缺的时候再组合呗。看一下啊，那读卡器是拿不到的，然后应该去拘留所把东西放上去是吧？靶场这儿有个钻石门，靶场有个钻石门，那我怎么路过？路过没看到？我现在是不是钻石钥匙已经到手了？但是那个钻石门没开，那不是还要去那个狗房那儿？
还要再回狗房吗？操！发电机房附近有个门可以回警察局。发电机房，就这个吧，这个吧。钻石门，我现在钻石应该是这个，刚好回去这个地方门先开了，然后再去这儿。我操，堵门还行。行，给我打掉啊！不好打呢。好，可以，安静了。凉，shit。警卫室，这儿为什么出不去？是反锁门吗？还是卷闸门？哦，就是 Elliot 死掉那地方，这儿进去就是那个 Elliot 死掉的地方。对对对对对，车钥匙可以丢了。好的，休息室先探索一下，能开灯吗？哎呦，休息室是个安全的。这个要组合吗？据说这个很，扣一次扳机可以射出三发子弹，是不是特别占格的？它因为组合以后，那手枪就变两格了，是吧？半半兄弟，你们这样说 Elliot 是不好的。这个电子零件先放了吧，可能还要去钟楼一趟。这个东西也放了，因为去暗房那儿还有这个暗房那儿是有那个的，是有异次元箱的。唉，钻石形状的钥匙，看一下钻石门有哪个锁住的门。红星门、梅花门，钻石门应该是粉色的，是吗？二楼有吗？哦，这个地方钻石门，电子锁锁住，曲柄把手门。蓝草和红草合了才能更耐扛一点，好吗？那么多草药，不对，那么多这个黄色火药。这个房间是个友好的房间吗？这以前李阳在这儿拿到了麦林的，现在只能拿到麦林弹。有一个什么电子零件？红黄蓝解合在一起是解毒，红蓝才是加耐，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一旦红绿蓝说错了，一旦把绿弄进去，它就不是就变解毒了吗？为什么这里拿了个保险丝？我好奇。好，存一下，存一下。这个房间探索完了。